耶！我在这里等什么呢？因为新竹货运通知我有包裹要到货了，所以在这边等他来。耶耶耶耶耶！司机来了，我要下货了。猜猜我今天到什么货呢？我的金宝贝到货喽，开心哎！以为今天是星期六不会到货，今天跟我一样到货了。我的代理宝宝前两天就跟我说他要15盒的金宝贝，现在终于可以赶快出货给他喽。来，我们来开箱金宝贝的包装图案很可爱吧？我们家的小朋友超喜欢，虽然他已经是老小孩，但是也是觉得很可爱，连我们大人都觉得很可爱。哈哈，我的金宝贝50盒到货喽，等下就要来出货给代理了。我的金宝贝也是没有半盒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自己先来吃一条。每个产品都出到自己都不够吃，真的是。应该要开心，还是要觉得伤脑筋呢？现在马上吃起来，然后我再来出货。超好吃的果冻终于又可以吃到喽！我要来去出货。